大家好，我是土豆，我现在人在五堵车站这里啦。我们好久好久好久没有一起来坐火车了吧？大家好，我是土豆，我现在来到板桥的极鲜火锅这里哦。这家极鲜火锅它算是台湾另外一个知名品牌鲜友集团底下的另外一间火锅店呢、啊。可是这家店呢、啊，它很特别的是，它有许多的分店，但是它除了这一间板桥店之外，它其他的店呢、啊，全部都在南部哦。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吃吃看鲜友火锅它表现会是如何吧。好了，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吃吃看。谢谢你。看一下有什么汤。我想要麻辣锅。大中小辣。我要大辣。好。谢谢。OK 啊，各位，我现在已经入座了哈。今天来到这一家板桥店哦，他没有想到他有两层楼哎，而且刚刚还没有开门的时候，他外面就排了一长龙的人龙。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
哎，请问这一道可以都给我一份吗？这对。谢谢。OK 啊，各位，我已经拿第一轮的东西回来了。第一盘的这种生鲜品，我拿了海鲜，还有很多脏器类的东西啊。但这边很贴心的是，它有提供这个姜丝，还不错哎。因为这种价格的吃到饱，它的海鲜有可能吃起来会有一些许的。那我们全部将它煮下去吧。在等这些东西煮好之前呢、我们先吃刚刚拿的熟食吧。各位啊，今天他这边熟食区最让我觉得有诚意的东西是这个麻油腰子哎、这个麻油味道好浓郁哦。再吃一下我们最爱的猪脚。我的天哪，各位，它这猪脚卤得非常软烂呢。那接下来吃这个臭豆腐。感觉这豆腐不辣也不臭，就是个豆腐啊。那当然还要搭配它旁边的麻辣鸭血啦。它的鸭血很入味，吃起来也不会有鸭血的腥味，我觉得它这料理的还不错哎。那最后再来吃旁边的糖醋排骨了啊。这糖醋排骨像极我小时候很爱吃的中央餐厨糖醋排骨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的家人会买这种冷冻的调理包，微波加热给我当下午茶吃啊，好怀念哦。那我们再将刚刚的料全部丢下去吧，来吧，水落。好了，我觉得它这个脏器类需要火锅好朋友，三酱的搭配呢。那他这边现场也有淡菜的，好不好？就是海鲜新鲜有没有啊？
吃蛋菜就知道了。还有吃这个螺肉，白虾，虽然说它这虾子感觉都是有一点肉壳分离的状态啊，不过啊，这虾子还可以吃到一些些许的甜味啊，我觉得算 OK 的。那他现场这边吼还有蛋肠呢，没有想说我可以在基隆汐止之外的地方吃到这种东西。那刚刚好，我有拿他现场的这种手工丸子啊。它的海鲜丸子跟肉丸子啊，它都有它该有的味道，而且味道还蛮浓郁的嘞。台湾饮料界的经典，珍珠奶茶。古早味红茶加上奶精，配上电锅蒸出来的 Q 弹珍珠，这就是经典了。那我们来啃这个螃蟹。各位啊，它这个真的是螃蟹啦，可是吃起来并没有什么螃蟹会给你的感动哎。那接下来总算来到肉片的部分了，那我们先从羊肉片吃起来吧。今天我最期待的肉就是这个羊肉。OK 啊，各位，它这羊肉片就是很经典的小羔羊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吃这个鸭肉片。我好久没有看到在火锅店有这种鸭肉片呢。虽然说它那边标示是樱桃鸭啦，可是它这个肉质就是干柴干柴偏瘦的那种口感呢。那我们来吃一块
鸭皮。我刚咬下去的时候，它那鸭皮上面的油啊，它直接从它的皮面炸出来，好浓郁的味道。那接下来来吃梅花猪肉。哦，哎，各位，这个肉不错呢，它不会像刚刚的鸭肉还有羊肉，因为是重组肉，所以一煮就碎掉了。我觉得它需要一点蘸酱好朋友的支援呢。各位啊，我觉得他这个蘸酱的救援失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五花牛肉。我是觉得说，它今天是以原肉片的状态来说，它这个肉质我觉得算是 OK 的。那我们最后再来吃这个板腱牛肉。哎，各位啊，我觉得它这个板腱肉的厚薄适中，而且口感我觉得也是蛮软嫩的。那第一轮的东西已经吃完了，我们再去拿第二轮的食材吧。
OK 啊，各位，我刚刚拿了一些他现场的熟食，还有一大盘的。还有一大盘的蛤蜊，我们就会煮个姜丝蛤蜊锅吧。那我们趁这个时候吃这个烧麦，我们现在吃这个三色烧麦啊。还有这个蟹黄烧麦，我是觉得说他今天烧麦啊不会烂，也不会太干，而且它今天这些烧麦的调味啊，是非常经典的中央餐厨调味啊。今天这种吃到饱的烧麦啊，只要口感好，我就觉得很可以了。各位啊，今天这烧麦我觉得非常的 OK。那在吃这个酥奇之前呢，我们先把酥奇好朋友瓦萨比酱油给准备好。哦，这新鲜的海鲜搭配这个清爽的醋饭，我觉得很棒哎！哎呦，整个吃起来让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家乡的味道啊！那我们再把剩下的料都倒下去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让火锅煮自己的啦。我们现在吃烧烤区的东西，还有凉拌小菜呢。撒满胡椒的烤鱼下巴，接下来吃这个烤鸡。烤香肠，那我们再吃这个猪脚冻。那接下来来到蛤蜊的部分的啦。
OK 啊，我已经吃完67个蛤蜊了，我们再把锅里的蛤蜊捞起来吃掉吧。那我们现在吃这个新竹贡丸，各位啊，它这味道像极了益美贡丸呢。那我们再去拿点什么东西来吃吧。我刚刚有去拿的第三轮的东西了啦，那至于这个汤吼，我刚刚有请他们帮我再换过一次啊，因为我们刚煮那100多个蛤蜊，它整个汤的味道咸到爆了。那我们来喝喝看这个汤的味道如何吧。它这个汤就是非常汤。那在煮肉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吃一下我刚拿的猪脚，来吧各位，猪脚，吼吼，那这火锅也煮得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把这葱花全部下下去吧。
葱花火锅吃起来。我觉得这种海鲜很适合沾瓦萨比酱油。还蛮棒的。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想要喝这个牛奶的时候，我家人都不怎么买给我喝。可是如今已经长大了，我们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各位啊，我们吃完火锅的部分呢，那我们去拿点甜点来吃吧。我这回拿了很多的冰呢，而且他这里的串冰也很有诚意。这家火锅店，他把芋头放到对的地方了。我觉得我疲乏味蕾现在舒服很多哎。这蓝莓优格冰淇淋还不错哎。
抹茶冰淇淋。香芋冰棒，那最后我们再吃杜老爷甜筒，俗话说有钱人都不会去舔这盖子上面冰淇淋啊，来吧，用这个经典的杜老爷甜筒敬你们啊。虽然说这甜筒的口感吃起来跟刚刚明治冰淇淋质感差太多了，但我们吃的是一个情怀啊。那等一下我们去结账之后，再到外面做结尾吧。OK 啊，各位，我现在已经在新北椰诞城这里了啦。哦，今天呢，我们特地坐火车来板桥这边吃火锅，顺便来这边参观一下新北椰诞城呢。好了，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吃火锅的想法好了。我们今天吃这一餐火锅505元。你好。你好。那今天一位用餐花是505。我觉得应该算是很 OK 吧，该有都有了。要不然我们拿千叶火锅来讲好了，它今天的火锅跟千叶的水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他今天比较有诚意的地方是说，他端出原肉的肉片。那至于他熟食霸的东西，那就是非常的中央餐厨啊。还有另外一点也是让我很佩服这个老板呢，在板桥这个地方，这边的物价还有地价真的是节节攀升。可是老板他今天竟然还可以提供免费停车给各位。虽然我们今天是坐火车来啊，但是我们坐火车来走到他的店面只要10分钟不到，而且甚至你也可以坐捷运。他店面的附近就有一个板新捷运站呢，我是觉得说这老板他真的是做得非常有诚意啊，他什么都给了，而且有的给的还不错。这家店你今天505元，你能挑什么东西啊？那各位啊，你们看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推荐的火锅店吗？还有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